要来看到你咧罢工的现场，有一个饭店头家，你咧骂工会人员，讲中型航空公司拢会飞伫咧因的手头，希望公司卖插伊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台湾人的耻辱就是这啦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台湾怎么会进步？你是咪为了无坐着飞机咧想？我唔免坐着飞机，我看到安尼，搁害咱台湾。我们这个是国际航线，对不？真侪人唔知影要那飞机要从哪里接到哪里。他有没有考虑到别人？他说我有当签到，我们签到你的信。哦，我唔免讲，唔免啊，看袂落来，社会啊，那个退步，会乱了，会乱。薪水你遐尔那悬，对不？有什么也不能说突然给人家罢工。你认为市政府要怎么处理？市政府哦，卖插小鱼啊，卖插小鱼，卖插鱼啊。哎，你权利啊。你这个长荣航空被安安怎处理到？卖插鱼就好啊，哎。这些都是糖的，我们这个政府在干什么？小英政府在干什么？弄到现在这样，将俺资方跟劳方的感情给破坏了了。上面人刚才投资了，我们最骄傲的就是长荣航空，为什么变这样子？